主料，猪手一只，辅料，姜一块，料酒，盐5克，生抽20克，蒜蓉20克，蚝油10克，油10克，鱼露5克，白糖5克，姜末，香菜，蜂蜜20克，锡纸一张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猪手捉水后放入高压锅内，加 A 料与粉格一起煮15分钟，取一个小碗，将 B 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备用。取蜂蜜备用，并不特指哪种蜂蜜。待煮好的猪手晾凉后，取一把毛刷，在猪手上均匀的涂上蜂蜜。锅里放底油，将刷好蜂蜜的猪手入锅翻炒，倒入适量老抽上色，取一个大碗，先把锡纸铺在碗底，再倒入上好色的猪手，最后倒入拌好的 B 料，封好锡纸，入微波炉内高火叮5分钟，再转中火叮2分钟。烹饪技巧：刷蜂蜜要等猪手凉透，放入微波炉加热时，在锡纸上扎几个小洞。锡纸不适宜放入微波炉中使用，并造成了严重损失，所以此菜谱最后一步最好还是放入烤箱操作。如果你的微波炉带烧烤功能，请使用烧烤功能，并适当延长烹饪时间。深表建议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